Which of the following point represent 减三二？我们要记得它的 coordinate 呢，它的口诀是先前后再上下。OK，我们是先前后再上下。OK，上下。OK，好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减三二向后走三，向上走二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K。零五向前走零，向上走五，所以这个是 A。然后四向前走四，向下走二，所以这个是 H。六八向前走六，向上走八，这个是 D K A H D。OK，好，对了。